好，Hello, 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盘棋是今天四月十号进行的第二十九届 L G 杯世界棋王战中国选拔赛第一阶段胜者晋级赛，啊，由黑方柯洁对战白方连笑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那这两位既是老对手啊，又是朋友，啊，可以说关系非常的好啊。我们来看这盘棋。 如果总战绩来讲的话，还是柯洁碾压连笑的啊，基本上是一边倒。开局一个对角布局之后，黑棋高挂，然后拖推定式啊，就是现在来讲的话，一般就是底下是自己的角，那就守一个比较流行啊，像这种拆慢慢的就少见了。然后白棋挂角，黑棋小尖啊，白棋在守角，黑棋飞压。 啊，你要补一手的话呢，那就跟着跳啊。黑棋也可以脱先，包括像这种跟着飞啊，甚至于这种大飞的棋都很常见啊。实战白棋脱先抢大场，那黑棋小尖封锁一步。啊，不过将来以后白棋还是有这个靠了之后搬的这个借用啊，就算活不了的话，这个外边像这种二路漏啊之类的棋，要求这个脱过啊，都是白棋的先手。 实战，白棋继续拆边，形成两翼张开啊，黑棋拆个儿，然后白棋再分头，快速把黑棋的模样给打散啊，黑棋就不急不慢的再跟着飞一手。接下来白棋跳出啊，黑棋大跳，然后白棋跟着继续跳啊，黑棋上方出头，这里跳尖冲，白棋贴住黑棋再长，那黑棋已经安定。 而且上面呢，以后黑棋拐下去也可以围出不少空啊，这个地方黑棋就不用管了。接下来白棋大飞兼大跳，这首棋可能以后白棋像联络还有些问题啊，比如说黑棋可以从这里点啊，然后顶断啊之类的。不过这个为时尚早啊，白棋暂时不怕。关键就在于白棋右下的模样现在撑起来了，所以说黑棋来了一个这个高、啊、这挂。啊，这首棋呢，挂角是假。 掏空是真，因为黑棋开局已经捞了不少了啊，所以说在这个位置，黑棋只要能啊活出来一块，基本上就可以满意。假如说白棋外边跳一个封锁的话，那黑棋活棋很简单啊，像这里跳刺交换一手，再来一个三路拖，白棋就不好杀啊。你要是搬黑棋还可以反搬，你要是打吃粘上的话呢，黑棋断打直接。 一个脚在手，黑棋失控不错。白棋要是选择站在这儿，那黑棋退回去，啊，你搬脚的话，它就挡下来，这样也能活出来一块。所以说实战呢，白棋先来一个三路拖啊，一方面拿住脚控，一方面搜根啊，也是比较理智的走法。接下来黑棋就要走的比较轻灵了啊，因为如果说黑棋仍然是扳搬完之后立下去的话。 是没有根据地的啊！这个棋被白棋外边一封锁呢，黑棋陷入苦战，很容易死。那柯洁也是发挥出这个棋风的灵动啊，再往底下见冲一手，这个是柯洁最为擅长的一个局面。那白棋也不想让黑棋牵着鼻子走啊，东搞一下西搞一下，所以说先把右边这里扳给走掉啊，至少确保这儿能围成。黑棋挡下来之后，白棋贴住。 那接下来 AI 的这个建议呢，只能说是非常的高明啊，而且啊不太容易下得出来。就是黑棋先飞一个啊，跟白棋底下这个飞主度做交换，然后把这些残子先放在这儿，再来一手右边的这个尖冲啊，等交换的差不多了，再往上一拐，这样的话等于说啊，这个黑棋雨露均沾，上面的空也能围住，底下的这个棋啊，你放在这儿，白棋一手棋杀也不是很好杀。 啊，也算是被黑棋便宜到。不过这个棋难度太大啊，正常人人类的思维呢，就是局部做活啊，所以说黑棋走了一手三路托，然后白棋脚上碰啊，这个适应手也是啊，恰到好处。就这里呢，就是因为底下没定型，黑棋还是有点薄啊，这个脚上不太好走。你要是搬白棋断，你外边打的话，那白棋还留了一个活脚啊，可以尝一个你贴住。 他将来打的力啊，这个就很讨厌了。那黑棋的大空所剩无几，实战黑棋还是长三三要角啊。那白棋交换一手肯定是便宜了，底下再来一手扳，黑棋切断。这里最为简单的变化就是白棋打了肉长啊，让黑棋拐打，然后白棋吃回去。不过没有太大意思，就是因为黑棋随时反打就可以把这两颗子给连回去啊，白棋。 吃到外边的话，成空并不大，所以说实战白棋连续两打之后粘这个，要把两颗子给包进来，啊，然后黑棋靠出，这个地方白棋确实就没有跟黑棋纠缠的必要了，啊，因为如果说白棋还是比如说搬被黑棋长一个，你再往底下搬头的话，那黑棋中间一虎反而让黑棋走后了一点。 啊，然后白棋长一个补棋，黑棋再拐，越走越厚，将来底下还是有棋。啊，像这个地方黑棋搬了扳断，然后再一虎啊，白棋要打吃的话，黑棋可以做劫，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黑棋的无忧劫了。所以说在这儿较劲呢，白棋肯定是得不到好的这个结果、啊。实战白棋直接贴，黑棋虎的话，因为这儿有手打可以联络嘛，所以说黑棋就单粘了。然后白棋小尖把这两颗子看住。 啊，白棋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野心啊，就觉得围住右下就差不多够了。那接下来柯洁继续施展这个藤萝啊，先来一个三路拖，拖完之后顶住，然后白棋粘。这个时候黑棋不要直接冲下去啊，冲下去被白棋一长一断打他长，你挡住他打，这个黑棋穿下来也不活，这个不行。所以说黑棋先搬一下，然后白棋跳刺破眼。 啊，顺便把底下这两颗子给看住。那这样暂时看来，黑棋在局部也搞不出什么东西了啊。不过通过这里的藤萝，也是把白棋中间这里切断了，厚薄差了不少。接下来黑棋左边跳，这个是一边自己围一边攻击白棋这三颗子。那接下来白棋也是面临抉择啊，到底是往外边出头呢，还是说原地做活？ 如果往外边出头，比如说你就这样强行联络的话，倒是有点风险啊，因为被黑棋这一尖刺刺完之后再来一个冲断啊，白棋出头黑棋长，那白棋够呛。左边已经被完全封死了，中间也不活。那白棋如果说原地做活的话呢，倒是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啊，比如说来一个三路拖，因为黑棋也不敢随便这样搬了打嘛，白棋有个反打穿进来。黑桥长的话，这个。 白棋直接飞一个，啊，那也能够做根据地。所以说这个棋的话，白棋就两条路都可以选啊。实战白棋搬这个，啊，比较清灵。接下来黑棋断，然后白棋再靠，这里也是眼花眼花缭乱的啊。黑棋长一个，不让中间的子被白棋收住，啊，让白棋左边搬进来，黑棋顶了再断，非常强硬。 那这里白棋也只能这样打啊，打了之后往外长一个，黑棋点刺破眼再断，白棋跳夹啊，等于说白棋是利用这个弃子战略。这边不是不好走嘛，那我就把空送给黑棋，然后把自己外边连连好啊，这个也是白棋比较简明的一个处理。下一手棋柯洁直接选择往上拐啊，这手棋略小。 AI 的建议呢是黑棋先冲到右边啊，这个更大，因为先冲到这儿的话，底下这堆残子以后还有出动的可能，然后把白棋右边的空也给压缩了啊，这个确实更加着急。实战黑棋往上拐，然后连笑抢到这手飞啊，这个棋呢越围越大。柯洁非常无奈，只能进来啊。接下来白棋右上再来一手大飞，等黑棋压住的时候，白棋二路点也下出了 AI 的一手。 可以说，进入到这个中盘之后啊，白棋下的是顺风顺水啊，局面也是占到上风。下一手棋，黑棋挡住白棋小尖啊，黑棋二路尖，然后白棋挡。这个地方呢，就白棋不断的在挑逗着黑棋，让他去杀。但黑棋是不太敢杀的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刚才你中间掉进来的这颗子是一个负担。如果说你对白棋这样，比如说尖顶。 啊，然后点眼强行动手的话，那白棋就可以从这儿靠出了，这样黑棋是完全应对不了。你这颗子不能死啊，那你搬一个压住白棋长一个，你再压白棋再顶呢，那黑棋怎么办呢？你要是挡住的话，上边被白棋一冲，你一断，先不考虑右上角黑棋自身的安危问题，光被白棋从这儿一打，再来一个二路打拔，它就已经可以活起了。啊，这个黑棋已经杀不掉了。 那你要是这个连上面啊，中间被白棋一拐啊，比如说搬一个，这里打一个，再一断，那里边这个子又要被白棋给割下来啊，中间的空白棋又自然围成。所以说黑棋现在能杀，但是这个现在不是时候啊，因为你中间不活。实战黑棋往右边飞一个啊，那就围边控啊，白棋压住黑棋顶，然后白棋下立活角。 这样形成了一波转换，黑棋好就好在现在抢到了一个先手啊，右下可以继续操作。实战打了之后贴住，白棋连回啊，然后黑棋跳回，之后白棋团一个先手啊，黑棋扎钉，白棋往中间粘上。不过这个并不是先手了黑棋不用吃这两颗子，现在比较小。 下一招棋，柯洁选择往右下粘啊，这个也是黑棋非常拼搏的一个态度啊，因为现在空不是很够。这个地方如果说能连根拔起啊，把这个残子全部拉回来的话，那确实黑棋能缩减不少的这个劣势。但是对于 AI 来讲呢，这个棋白棋也没有去正面硬刚的必要啊，就直接比如说往左边来一个三路拖啊，拖完之后连回，等黑棋粘上。 白棋就往这个大空里面钻就行了，这个是最为简明的保持优势的下法。不过连笑的棋也是比较的刚啊，所以说他见到柯洁粘上之后就直接靠断了，然后黑棋挖一个。这个棋白棋如果断打的话，很明显黑棋有一个双打吃啊，所以说这个断白棋暂时不会去断。实战白棋是打在外边啊，想要大吃黑棋。 然后黑棋往底下挖一个，这个棋的话，接下来引出了连笑的一个大的失误啊。不过这个也不太能怪白棋，因为这边的计算还是挺难的。首先呢，白棋不要从这儿去立啊，立的话杀不了，因为黑棋粘，你再一立，这个黑棋直接从右边冲了之后，再往外边双打啊。白棋提的话，黑棋底下一挡。 你去断黑棋一提，因为你不断的话，这个直接拐会被黑棋给扳死嘛。你只有先断紧气，再拐回家。那这样黑棋提又是个先手啊，先手。然后你底下还得再补一个扳断，黑棋就从中间打了之后粘回去了啊。这个白棋是无能为力的。所以说这样力是不太能杀棋啊。那 AI 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是断拿上去。然后虽然说会局部产生一个结针，但是白棋不惧这个结 啊，比方说黑棋往左上去造劫材啊，那白棋都可以消劫了，直接往右下断打杀棋。像左上角这里黑棋也不太容易能杀白棋啊，比如说往里冲，白棋就粘；再往里挺头，白棋就小尖。啊，挡住的话，白棋再来一个搬粘去补掉这个几段。黑棋这根棍子呢，只能通过这个一路力去做成直四活棋。关键是白棋还是有出路啊，黑棋外边的包围圈是有缺陷的。 像白棋可以往这儿夹一个啊，因为黑棋立的话，这一段一长一打啊，这边这个黑棋可能扛不住啊。粘的话呢，那白棋度过，你要在穿象眼分段，白棋就冲断啊。你打了之后跳回，白棋还有这种手段啊，上面靠一个打一个双一个，等黑棋粘上之后，上边挡住先手，黑棋做成这个直四，白棋虎一个，虽然说做不出来一眼，但是能紧住黑棋外边的气。 虎一个之后直接冲断啊，黑棋打了之后再压啊，这边再压白棋，甚至于还可以直接断到这儿。这个棋白棋总能活，那右下这个劫只要能把它消掉，左上能撑住的话，依然是白棋好啊。所以说这个棋白棋确实可以考虑打劫啊，完全不惧。这也是 AI 的 A 选，实战白棋打这个就出问题了，打这个再立，然后被黑棋冲，白棋打了之后虎。 里边再被黑棋一冲，这个里边味道非常差，白棋已经不太能挡了。这样挡住的话，被黑棋这一段你怎么办？啊，你要是粘，被黑棋连续打下来之后，虎一个，你冲他渡过。你这个要是扑劫的话，损失也很大。白棋还不能随便乱扑，而且黑棋的本身劫相当之多啊，像这个底下的打打了之后再打再扑再打，然后外边的各种双打吃，啊，这个本身劫可能就有六七个，这个白棋打不过。 那如果说这个白棋从外边吃的话呢，黑棋从角上反打，反打完之后铺一个打吃滚包，再扳紧气。等你扳杀黑棋的时候，他从后边这一打，那白棋这三颗子粘不上了，再粘被黑棋再一打，接不归了。所以说这个棋的话，被黑棋这一冲，白棋只有猴下去啊。然后黑棋上边再来一冲，那这个棋白棋还是只能猴啊，扳还是不成立。扳的话被黑棋这么这个。 断打再打吃，再立，马上一个打吃，这个一气收。那白棋吼下来的话，黑棋底下再打，再打，再来一个一路拖。啊，这个白棋粘上黑棋往里一冲就出棋了。白棋挡住的话，黑棋可以扑劫。那这个劫打起来，白棋相当麻烦。而且黑棋还有本身劫啊，像右边这里打吃滚包，然后再点进去，外边再双打都是劫财。 所以说，这个被黑棋这两冲，白棋居然都不能挡啊，只能两边侯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棋再冲下来吃掉这三颗子，黑棋就保证这儿有眼了。接下来白棋搬、啊，那不过接下来柯洁没有走出这个局部最优解。这个棋的话，黑棋还是应该这个打吃下来啊，打吃下来首先能吃掉三颗子啊，有一只眼。 外边白棋粘上防一手这个双打吃的话，这个脚上还有问题。就黑棋下来一定要走这个拖啊，千万不要去提，提的话就麻烦大了。因为提的话，这个黑棋打了之后再打白棋可以粘，你再拖的时候白棋粘这个，那里边就没棋了。因为你在铺这个劫，白棋再提，等你找一个劫材再提过来，白棋再提脚上的，就形成白棋的一个连环劫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白棋活了，黑棋就直接死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啊。 所以说这个棋，那黑棋打了之后，白棋粘外边，黑棋走什么呢？要走这个一路拖，啊，这个是局部出棋的一个关键。这样看白棋怎么补啊？他比如说粘这个老虎口，啊，那黑棋打了之后铺一个，再打他再粘，黑棋直接点杀进去，再一走，那局部还是形成一个锦旗结。啊，这个能出棋。那如果说白棋粘一路呢，那黑棋还是追着打，打完之后点进去再铺，再连回。 啊，这样也是局部的一个解阵，白棋也是避免不了的。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可以打了之后啊，等白棋补拖这个啊，这个一定出棋，角上一定会形成结，白棋要想杀黑棋，他自己也得搭进去，而且黑棋还有本身结可以找啊，这样黑棋不错。实战柯洁走的是底下这个二路图啊，这个棋的话很妖，但是呢效果不是很理想。 黑棋的思路是什么呢？就是假如说这个时候白棋跟着应，那黑棋得逞了，这样它可以打在底下，再追着打啊，再往上去打，这样这个白棋右边三颗子连回破掉这只眼，黑棋也没关系啊，直接往中间一长，让你这颗子粘不回去，然后再往底下一立，这儿再做出来之后手眼，因为白棋这个粘会被打死嘛，中间已经有一只眼，底下再做出来一只眼，黑棋直接进活。 黑棋进活的话，也不用去脚上，非得磕求要去打这个结了啊！这个已经是黑棋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所以说黑棋的拖是这个意思，但实战也遭到了白棋的反击啊！连笑走的是这个粘，这个粘肯定是一个好手，既补双打吃，又瞄着黑棋的断。接下来黑棋底下打一手，然后选择的是断在这儿啊。其实这个棋可能还是应该粘粘的话，白棋粘底下，然后黑棋还是右边打。 哎，等白棋粘这个底下的时候，你再挡住嘛。哦，那这样还是不行。这样白棋一打，然后你底下一拖，右边一走，白棋一搬，这个里边是个弯三，脚上还是没棋啊，因为你提这个白棋打你再扑再提，还是形成白棋的连环结了，黑棋杀不掉啊，白黑黑棋自己死你要是这个时候点的话，然后再走，脚上局部形成一个双活，当然是个假双活，因为黑棋外边大龙全死。 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，确实黑棋就不太能粘了啊，粘不成立。实战黑棋只有断，然后被白棋断吃这个尾巴，黑棋底下再打白棋再粘，形成了一波转换。那本来刚才这个是一个打劫，黑棋没下出来，实战只是逃掉一个小尾巴，右边大部队还是被白棋给擒获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局势就回到无开了啊，双方都没有说谁一定有优势，这个叫磨关子。 接下来黑棋往中间跳一个啊，白棋跟着跳，然后黑棋尖顶。这个棋是一个隐蔽的杀招啊，就是白棋不敢随便挺头。挺头的话，黑棋是瞄着要跑中间这颗棋筋的啊，因为我们注意到白棋这样冲，黑棋长再冲再长，有了中间这个尖顶的交换啊，白棋如果说你粘这个，呢，底下被黑棋粘全死；粘这个的话，被黑棋冲，那右边又要被切断。 所以说这个尖顶啊，这个是带有目的的，要瞄着分段右边的白棋，白棋也是看见了，所以说走的是中间这时候打，顺便把黑棋这三颗子给吃掉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棋开心的围上面的空，啊，白棋再走左边这个拖，拖完之后退，黑棋大吃，白棋再来这个二路搬占，那车里边的罐子棋了。不过从胜率上来看呢，这个棋双方还是比较接近的啊，就算这个一方胜率领先，目差也不大。 接下来黑棋往上二路立，啊，白棋走的是中间的这个扳啊。为什么白棋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没有走左边这个断呢？因为断其实黑棋也亏不了多少啊，直接就按照这个争子的方法打出去，再一粘，底下要连回，因为白棋粘这个肯定不可能，粘这个被这个黑棋冲一断打它粘上，你再走，黑棋来一个尖啊，就直接这个对杀就胜出了。那你粘这个黑棋粘。 你打吃它粘上，你吃回去它再一拐，这个接下来白棋遭到黑棋的滚包啊，这个黑棋只是伤到皮毛而已，无所谓。实战白棋往中间搬一个，那黑棋断打白棋反打完之后黑棋提掉啊，白棋再吃上去。不过这个结并不是非常重要的。接下来黑棋左边点刺，白棋也不想这样单关去连回，所以说选择的是二路夹留一个后门。接下来黑棋中间粘结。 白棋底下打了之后，冲一个提掉，黑棋粘上补棋。白棋左边再一冲，黑棋虎一个，白棋打了之后，黑棋反打，白棋提，黑棋再连回。啊，接下来白棋二路一夹，黑棋拐打联络，白棋从这儿渡过，黑棋上边刺，白棋中间粘，黑棋扳，啊，这个都是正常的一个收扣。之后白棋上边粘不断，黑棋大伸腿。 然后白棋冲了之后扑进去再打，啊，这边形成了劫，不过基本上黑棋也不太敢去这个长进去啊，这个毕竟这个劫也挺大的。然后黑棋往右边搬，白棋右上冲，啊，这个地方的这个收束就是如果黑棋挡，白棋后续有个挤，然后黑棋打了之后呢，这个可以脱先啊，比如说左边粘一个很大。 将来上面的收数就是白棋断，黑棋打了爬，白棋可以直接断打，先手吃掉这颗子啊，可以这样去收官。实战黑棋发现了这个右下好像是有一些问题啊，所以说柯洁则是长这个。连笑冲完之后，黑棋再从这儿打要坐眼，那白棋自然是要冲一个破眼，然后黑棋挡住白棋断，黑棋提白棋再打，黑棋粘白棋再稍微。 思考一下之后，走的是一路的这个成啊，确保这儿没棋。这个确实没什么棋啊。黑棋要吃的话，白棋可以三颗子直接跑就行了。这样黑棋打白棋粘，再打再粘啊，黑棋就两口气，这个肯定是折腾不出来任何东西的。白棋至少三气。所以说这儿没有什么棋。接下来黑棋上边退有亏了胜率啊。这个棋就算白棋后面有这种收官的话，黑棋还是应该挡啊。这个挡住肯定是多一目棋嘛。 推这个，那将来白棋还是有这个棋啊，这个黑棋收的并不是很好，所以说现在白棋胜率慢慢又快超过五十了啊，又反超了。接下来白棋往左上提，黑棋也是没有打这个结了，直接粘，啊，然后白棋左边提掉，黑棋二路扳也是个大关子，白棋外边提一个刺一个，黑棋也不着急，因为这儿白棋断上来也是打结过，先把这个二路一挤，然后白棋往上二路挤，黑棋打了之后。 左边再一打，白棋粘，黑棋冲一个先手，上边提劫，那这个劫就成为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了。下一手棋，白棋上边上方冲白，黑棋顶，然后白棋暂时没有提劫，走的是右边这个并啊，这个并的话，瞄着断，这样黑棋粘，白棋就有这个一路搬粘的先手官子，下的也比较细腻啊。之后白棋左边粘，黑棋底下几个先手，因为马上有扑了之后打吃接不归，白棋粘上。 黑棋再把左边这四颗子连回，消除隐患，啊，白棋上边一打，然后再往上面上面一路打，啊，后面有个二路夹进来的关子，黑棋左上角挤一个，右下扑再提子。那其实按照 AI 的意思来讲，白棋还是应该撑住这个劫啊，撑住这个劫，呢，可能白棋要赢半目样子，就是通过左下角这里打去提。当然，黑棋的劫材也不少啊，像底下这里刺一个、啊。 这个白棋收黑棋中间打，包括后续再收气都是黑棋劫材。然后 AI 的意思就是白棋撑下去的话，黑棋这个劫打不过，当然后面还要摆很多手。白棋的劫材基本上就集中在左下角这里，各种打吃，然后穿下来要求威胁黑棋的联络啊。白棋的劫材在左下，反正这个劫如果说白棋能撑住的话呢，那确实可能朝着白棋要赢半目的方向就发展了。 实战白棋是轻而易举的就放弃了这个劫，结果补右边之后遭到黑棋上边这一粘，白棋虎将来还有一路拖的这个关子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白棋瞬间就不太够了啊。不过黑棋实战是先把上边这个二路并给走掉，然后白棋左上逆收，这样黑棋再粘这个，后面变数就不大了啊。突然就变成黑棋稳控局势的一个局面。 然后双方也是一直非常耐心的把最后一个单关给收完啊，不过并没有直接去点目，而是白棋直接认输。差不多数目的话，也是黑棋要赢两目半的样子啊。那这盘棋的话，还是跌宕起伏啊。可以说白棋在下方，包括左下角这一带的藤萝下是非常成功。然后这个黑棋右下这个地方没有搞出棋，其实是比较伤的。呃，然后在右下角这里的定型啊，这个。 白棋呃双方也都出现了一些失误啊。首先这个地方的话，这个白棋啊先讲黑棋啊，黑棋这个底下的二路托是个问题手。如果说直接在白棋右边一路扳的时候，能够直接打吃下来的话，局部将这将会形成一个打劫杀，那黑棋还是非常有机会，而且可以一举把白棋给歼灭啊。实战黑棋走二路托，白棋也是判断清楚啊，吃掉黑棋这一部分之后。 让黑棋底下尾巴连回，这个棋进入到细腻的关子期，啊，不过在后面这个收束阶段，这个白棋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，特别是最后这个结，直接放弃，过于的草率，啊，这样的话黑棋最终也是有惊无险的获得胜利。好，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啊，希望大家看的过瘾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，谢谢各位的支持。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